我是姐姐，我现在又来到了玉米庙哦。今天是那个神猪比赛，停车停得很远了，天哪，主要是人太多了。我刚刚到，它是10点准时开始。神猪，刚刚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才9点半哦，10点才正式开始。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热烈的氛围吧。哎呦，太热闹了，而且很壮观呐！我这几天都在玉米庙，昨天也在这里啊。昨天那哈过来不是放水灯吗？放水灯可没这么多人呢，现在还在排练。他们在做准备啊。哦，10等奖又要小一点。这个9等奖。7等奖。念佛。哦。都念佛。好了。再念佛。好了，带大家走一圈。念佛。这是7等奖。哦，好大哦！天哪，7等奖都这么大。财佛。都念财佛。然后这个是5等奖。财佛。怎么这么大？天哪！嘴巴都看不到了，嘴巴在这里啊。山羊伯伯，台中市大天宫庙全体众信大德湾搞这么虔诚来祭拜一名爷，一名爷保佑大家阖家平安顺利，大成年富贵万万年。请大家现在开始自由活动，我们的神猪全部已经进场完毕。3等奖。自由活动啊，上手边那边有客家美食，有麻鸡，欢迎大家来啊，奉尝我们的客家美食啊！好，谢谢。现在开始，大家自由活动啊，自由活动。这个猪有多重啊？1000多斤啊，1498公斤，台斤，1400多公斤还是一斤呢？台斤，哦，台斤，哦，1480多台斤，哇，太大了吧？这也太大了吧？哦。
六等。每一条都很大。玉林庙这一个盛会哈，就是神猪比赛，就是它的过程里面的一种神猪比赛。大概60年来哈，就是每年都会举办，除了那个疫情严峻以外哈，去年他们也是照办，但是人没有那么多。那今年哦，开放了，人就特别多了，你看哦。我们现场这么多人了、尤其是哦，这个特等的跟头等的哦，这两头，这个他们都是1000多斤，我们台斤哦是16两，16两为一斤，所以大概就是1600多了。今年呢，我从那个文字的那个1600多记载哦，它的个数据记载就是1600。爷爷，我们慢慢走。我们这个活动哦，会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下午哦，它才会移到另外一
一个地方去神珠了，然后这些神珠他就分享给他们的亲朋好友，这是活动的那个主要就是三年以后，然后像前天晚上他去放那个水灯，那现在就是普渡嘛，我们就是中原普渡节的普渡。义民庙哦，它的精神就是普渡孤魂野鬼哦，让他们有一个安保温暖的一个活动，就是最主要是。因为我们在无形空间里面哦，台湾人哦就是这么一种精神，保中义民的。他当初被称为义民，就是为了地方付出他的生命，让我们这一些安居乐业老百姓大家可以安居乐业，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。好朋友，我义民庙这边的好朋友了。因为这个你看那边有那个平安茶行，所以我们头等奖跟那个特等奖他们两个都超过1500斤左右，今年好像1600多斤了，1630斤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盛会，尤其是这个10点钟过后，对不对？到这个12点这期间的陆续的这个客家庄哦，大概50几庄了，都会有人过来看。你可以哦，从那个这个活动里面哦，都是讲客家话。背后就是客家话，客家话我们在大陆的话应该是广东的，就是广东几乎哦，这边有一些居民的钱等于是他老一辈的哦，就是从广东广西那一边过来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盛大的一个庙会。真的，我第一次参加。这个是你哦，很有福气，能够来参加这个会的人哦，他的姻缘哦非常不简单。哇，真的，我昨天也来了，昨天放水灯，昨天没什么人。放水灯的话，因为那个活动没有这个盛。这个会比较盛大，他们的精神就是在保中义民这个事。当初这些义民哦，他们这样到了这个地方，那个人哦，都是为社会、为国家捐躯了。他用那个牛车再来到这边，突然牛车的那个轴断掉了，他断掉以后，那一些义民他不走了嘛，大家一直要把他修那个修不起来，那主老就跟他问了，用那个法规，我们台湾人就是会用那个法规，这样一刮下去，他要在这里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变成了义民庙，这个义民庙的由来就是这样来的。这个地方很不错，它庙后面就是他们的坟场，那个神墓在那里。它义民的精神，它每年都会公布这个过去的它的事迹，让我们这个年轻一代的了解。主要就是精神。精神，对，新竹县哦，新竹市、新竹县，他们共通的就是这个附近，尤其还有那个中立那一边的、新埔那一边的。如果你在新竹住久了，你就知道说这周遭哦几百里之内哦都是义民的精神在这。今天他会弄这个保中义民节。今天就是保中义民节。保中义民节。对，它这个八音，现在研发的那个就是八音。叫什么？八音。八八八。它叫做八音团。八音跟我们一般的那个汉乐的那个八那个十音不一样。它的音乐，八音的音乐哈，听起来就比较好，有一种特别哈。柔
柔情的那一种音乐，哀怨柔情。嗯，哦，你可以听出来，看那个唢呐的那个声音。因为我在音乐界哈、哦、几十年的了。我知道。就是公益活动的时候，我创办的那个热活幸福城音乐响宴哦，在我们新竹那个十八尖山哦、嗯，那个公益活动总共前后做了300多场，332场，还、啊、一个礼拜一场啊，你看要多久？哎、欸，你懂好多哟。啊，你懂很多。没有啊，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竹人哦。哦。在台湾出生，在新竹出生，然后新竹的风情我都有参与、啊，所以我对他了解的比较多。全部是志工帮老人服务的。Thank you.
跟林董事长讲，其实一直在我们的小时候，爸爸就提我。爷爷，好难得，我竟然找到他了，茫茫人海找到你了，我找的是第二个，找第一个比较高，我找第一个比较高，他说不是。爷爷很不简单，他是摄影协会的，而且他也懂音乐，什么都懂，很慈祥的爷爷，大家都叫他爷爷。好。